头里不舒服啊，头里不舒服啊，我看到了一个飞碟啊，飞碟下面有个地方闪着光线啊，有个地方闪着光线啊，有个地方闪着光线，有个地方闪着光线啊，闪着光线啊，闪着光线，闪着光线，闪着光线啊，那个闪着光线啊，闪着光线，然后看到这边一个球啊，一个球啊，然后看到一堆好像看上去非同烂铁的啊，有个非同烂铁的他想象着，能够往月球那边靠哦，想象着往月球那边靠，但是啊，但是就是可燃不可及啊，好像被什么扯住了啊，被什么扯住了啊，被什么扯住了啊，被什么扯住了，被什么扯住了，被什么扯住了啊，谁被什么扯住了，被什么扯住了啊，这个时候看到一头猪啊。一头猪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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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的时候他没有被那个绳子拴起来啊，一头猪啊，站在一个车里边，你除非跳下去啊，你走是走不过去了啊，因为差了一个距离嘛啊，差不过去嘛，你除非是嫦娥啊，作为嫦娥从那个车里边跳了飞向。月球啊，其他人就已经没办法了啊，已经没办法靠近了啊，没办法靠近了。这个时候看到那个绳子啊，好像在慢慢收紧了啊，外星人把那个绳子在收紧了啊，慢慢在把它收紧了，眼睁睁的看着，火箭在往前飞，绳子在往后收，眼睁睁的看着离那个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。但是他们很自信，以为是越来越近了啊，以为是越来越近了，以为是越来越近了，但是，实际是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，因为那个绳子收起来嘛，收起来嘛，在往后收，把它卷起来，收起来，收起来，那个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啊，现在那个绳子啊，好像现在拉在那个火箭的屁股那个地方啊。火箭是努力的还在往前飞，但是呢，真正机会在往后退，啊，就头还是对着月球那边，然后绳子在往后拉啊，绳子在往后拉，绳子在往后拉向屁股那边往后拉啊，往后拉啊，再往后拖，然后离那个月球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了啊，越来越远，接下来只有他们靠自己变的功夫了啊，只有靠自己变的功夫了啊，只能靠他们自己自圆其说了啊，不，只能靠自己自圆其说了。就像那个邓月造假，搞了一直在蒙，一直在蒙啊，人家指出他是造假，他就不回应啊，就这么一个情况啊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。